我觉得是他不想做多的做不到咯。出战东澳队医都没有，嘉欣团长化为旅行啊。最难受啊，我队医啊，即是不受到重视啊。吓、啊，话晒都是香港史上首位入到东澳的男选手啊，点解香港奥委会安排得咁差噶？唔系第一日嘅事啦。本身他哋派的团长那些咧就有问题，就变成他啲不尊重我哋咯。上次派乒乓球，今次要派游水，他都要搞他自己的会，边有时间搞你落冰啫？咁佢哋即系除咗嚟睇，嚟旅游，即我觉得嚟旅游嘅话，系咪闻者伤心，听者流泪呢？吕品涛仲话有电视采访，啲团员先肯去睇下佢。而出战男子速滑1500米分组赛嘅时候，脚踭旧患复发，奈何冇队医在场，真系阴功啦！香港咧，好似都系停滞不前啊！就系咁落去咧，我哋呢个国际大都会咧，真系会慢慢冇直情冇。我觉得系佢唔想做多过做唔到咯，其实。连香港轮椅剑击选手余翠儿都瞪阿吕品涛唔抵啊！一个队医对于运动员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如果是因为一些伤患没有一些专业的医疗人员即时处理，而令到你是损失了在这个奥运场上表现自己的机会，那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运动员人生里面一个最大的遗憾。他建议每个运动项目都要安排专业的队医随队。但黄敏超昨日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，索士东澳选手村有医院足够应付港队需要、啊、香港奥委会说今日代表团回香港之后会作出回应。考试成绩